新游戏来呢 ，Temtem 也是桌球屋的吧？我们来试试看一下，到底玩啥呢？有男有女，可以选择肤色啊，然后呢，不同的风格。咦，头部哇，好多哦！所以它在游戏里面没有的换的吗？哇 ，Shadow 背包也有诶。还有很多不同的颜色，还是一样的嘛？它跟宝可梦一样，没有对白啊！真是的，你睡糊涂了吧？嗯，恭喜你，藤兽图鉴，这 Pokédex 啊，是吧？我应该用摇杆玩的，我用电脑玩有点乖啊。可是你可以点哦，你用滑鼠点啊，走去哪里这样子走啊？他喵了，还有个 loading screen 呢！哎妈呀，哇，什么年代了，还有 loading screen？ 哇，而且还这么久哦！还录什么鬼他？哦，扎达尔，开始就恭喜我了。什么我的朋友这是什么币你可以跟人家讲我是你的朋友 Max 啊他的名字叫手这么他们的对话啊哦嘿嘿哦啊嘿嘿哇，还有一个图在上面呢，可以偷进别人家也是一样。没有东西点了，没有东西捉了，前往这个教授的实验室，按下 M 有图吗？有啊。哇屌！群岛地图。哇，这么大哦！ Cool. 镜头不能转的吗？这游戏？这是什么鬼？这个？我跟人家聊天呢。有一点像那个怪物猎人那子啊 ，Dex， 轰撩撩，看一下背包有什么，然后自定义是什么？哦，你可以换你的发型什么的。哇，好帅啊！地图任务通知成就，商点，这个又要什么星星币哦？哇，跳雷啊，星星币！这让我想起了原神，那么谁？哇，这做情歌哟，没有免费的吗？还有柔道服，这不是柔道服还有吗？睡袍，哇，这什么哎？这个表情，哇，脱了表情哦，还有现实了，完蛋了啦，这种表情，还要给我宝可梦了吗？这不叫宝可梦，这叫什么？欸、嘿嘿哇，我晕了！藤兽啊，这个款游戏叫做藤兽啊。它不是水火草了吗？这是草了吧？这是水的吗？不是水吧？这是 evil 了吧？可以先按下它，可以看看的嘛。这是什么的？心智系哦。哇，比较克制这个什么，还有近战呢。不是冰来了，水晶来了，水晶系可以刻这个什么？应该很多人都选这只吧？像我们选的是，也应该很多人选这只，怎么办？应该这两只选，应该很少人选你。这只吧，这只吧，看起来超可爱的，好像查理整的，机长猴，呜，哇，要打起来了吗？哎，真的打起来了 ！Max， 哇，不是用宝可梦球哦，用卡片呢、哦。哇，每次都是有四种不同的技能，每一种技能都有各自的伤害值。选择技能后，你可以选择针对的目标，一样吧，没什么差别啊，跟宝可梦。这是什么五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点不了五了？哦，他是用他这个类似 mana 这样子的东西啊。选择目标，我、哦、用八也用超多了吧？呜喂！
面变变东西来了，一巴就死了。你赢了。哎，他克我的日兽啊，所以乘二啊。哇，什么东西？这么突然间我会得到这只啊？哇，可以看到其他玩家了，他已经上那个 online 的 server 了吗？所以这款游戏是一直 online 的吗？很高这样子哦。哇，他给我一个卡可以来捉，八个补血啊。布里德玛等我，好了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哇，这里可以啊，哎，可以打字啊。这什么驯兽之通行证？哎，要玩一滴，没玩呐、啊，占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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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没咩 ？Skip ski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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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kip， 你不要过来啊！哎呀，第一次进场了。来呀、啊！尖叉鸭，哇、哦，一次直接叫两只哦！捕捉新的藤兽，从里面把它丢起，像不像那个捕？不同的这个藤兽卡等级受捕获影响。OK， 它的物质将会登录。啊，登录时你可以看到你使用的技能和相克的关系哦。哦，然后呢？哇、哦，很顺的，用电脑玩的话，很高帧的，可以开100多帧的。啊，这团啱啊，在 Steam Deck 玩靓水啊。这货直接不会炸，哎，这宝箱哦。嗯，我看到，哎，这什么？哇、哦，恭喜他的训练师打。什么东西？某个技能会有这个什么延缓值啊？用于指示他们在使用技能前所需要的回合数。啊、怎么看？哦，就是那个一条两条那样子啊、哦。这两条，所以不可以一开始就用啊。然后呢？我现在完全不知道它的相克是什么。这个直接就可以用。那右键可以看这伤害多少。嗯，哇哦，哇哦，完蛋。凝视，完蛋了，防御降低，打呀，可以用了，终于，打狗他，先把他打死，哎，哇 ，puff， 收皮啦你，升级了，为什么？哦，因为我打死一只，他就直接升了，开始学新技能了，你可以选要不要接受。嗯，这是钱了。哇，他那个刻字的图，哇天，多大火这 0.5 水大火就乘二，我超大什么，我也是一样啊。哇，好可爱啊 ，Gilito 呢？我们试试看，可不可以把它做了？丢那个卡片啊。哦，这样子的，然后呢？哇，这样子的。咦嘿嘿嘿嘿，哎，一样啊，跳下来之后就上不回去了。哎呀，哦，好多人哦，攀爬者，有一些道具给爬上去啊，一样啊，这感觉就是一个 Pokemon 换了一个新皮肤啊。为什么？哦，补血。咦，补血降了，没有那个当当，哎呀，自己加上去了我，我还有一个 ATM 哦，哦，他不用进去室内哦，直接从这边，这没有用的怪啊，可以把它移进去啊，是什么的，刚才这样拉进来，这个呢商店啊，大家可以买什么？买香水，这哪个嘛用？哦，就是那个什么什么 repel 啊。就用了就不会在草里面遇到怪了，这是那个 Pokeball 啊，买20个卡，哈哈哈哈，20张卡，哇什么嘞？还有新，哇这好像皮卡丘，哈哈哈哈，
皮卡丘跟这个牛魔王的结合体20亿哦，他一用啊，他一耗超过这个数值，他就掉血了哦。你看啊，我现在十啊，我用这个21点的，你看啊，我用了零啊，哇！你看我自己，它会造成自身的伤害，我怎么加回来这个东西？你看我剩9啊，这个时候我休息一轮，休息一下，哇，9倍16。就是这个时候我如果没有耗了零的话什么的，哎呦，这玩法比较多元素一点啊，普通宝可梦就克你克我，我克你，然后看谁的移速比较快啊，谁先打这样子。打哦，这款哇被乱跑啊，越来越难打。例如水系你知道它比较克哪一种吗？当然是火啊，没错，水克火。火克哪一种？火当然是克这个植物啊！答对了。行了，理论讲到这里，来场实战吧。妈丁，你怎么嘞？我以为他给我选对，哇，还出这个 baby shark， 嘟嘟嘟嘟嘟嘟啊！我以为他选对不用打了我。呜、哦，来了一个什么鬼啊？城镇吗？哎，哇，什么飞艇？嗯，你谁呀、啊？你那索菲亚？哦，道场金了啊，要打！还有道场啊，一模一样的。来给我介绍啊，这里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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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什么？可以来这里冲浪。学院。嗯。你有那么一天的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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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以前玩宝可梦的时候，一直希望什么宝可梦有多人呢、啊，然后可以连线呢、啊，然后又可以怎么说，可以在电脑玩这一款就可以了。发现一个东西哦，你按这个键盘按 O， 你可以找这个最近这里附近的玩家，然后可以跟他们打合作，可以交易啊。Yuma Yuma Yuma 不是 YouTuber 吗 ？Yuma 交易，来啦，我要 test 看啦，交易啊喂啊，这个时候公平交易啊哇！交易交易什么鬼啊？交换物品，给他一个卡吧。他给我换了，这是什么来的？不知道。交易成功，哇，厉害哦！开心开心，按什么来开心啊？在这里啊，你看他音乐有一个这个什么鬼符号来的，你看了吧？这个地图这里、啊，他室内特别多人的哇，这款。而这里就是那个保险柜啊，储藏柜，然后这里就是补血的地方，就很多台啊，给你慢慢的补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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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啊，这是买东西啊。这村已经走完了，我们现在往上。哦哦哦，它自己开了。哇哇，它那只水的妈，我这只原来不是火的，我这是格斗还有土形态的，我以为它是火的呢。哇，哎，又有一个在打这什么鬼 ？What the heck is that？ 跟后面的那个树是一样的吗？哎，那个找到你的这个失踪很久的这个双胞胎的这个父亲啊，这里有水的地方要找一个冲浪板，你看到没有的？这我还没拿到啊，很烦呢、欸。哦，又来了个新地方哦。哇。有一个新图了，看，哇！游戏真的是丢！雨伞受到水属性减少20，哇！还有什么？还可以装备呀、啊？就是给我的神奇宝贝，可以装上一个东西，怎么装啊？按 Ctrl 键，哦，装上一个雨伞。好笑哦！
哎，进化了！哎，第一次看到进化了！哇哈！哇，这么快的他的进化！哈哈，进化也太快了吧！啊，这个游戏的进化这样啊，我们先玩这，没有兴趣继续看这雪躲哪里。哇，我看从上面走上来，哇，哈哈哈哈，这里又有一个小小的 Poké Center。